新北市劳工局举行第二波新北庇护理产品发表会，由爱芒土城工坊推出的爱芒森林宝石皂礼盒，特别选用小农产品，培训生长者以传统欧洲冷制法打造，再搭配原木外盒组成。市长朱立伦期待大家都能够大力支持。新北市政府继去年推出首波新北庇护理传心盛典礼盒深获好评后，近年再度与财团法人爱芒基金会合作推出森林宝石皂礼盒，除了选用小农产品，另外从原料到包装出货共七个步骤，每个步骤都是由不同的生长庇护员工负责。希望这份融合了认真制作、手工情感以及小农用心的珍贵心意，能传达到每位消费者手中。这一次针对我们在地小农，大家努力的，不管从蜂蜜、咖啡到我们的包种茶，来透过我们身心障碍的朋友们，大家的庇护工厂的努力，能够产生最棒的一个我们的森林宝石皂。那我希望这样子的一个好礼，能够受到社会大众的一个喜爱。爱芒基金会强调，森林宝石皂制作过程不添加任何人工香料，并且是以传统欧洲冷压法打造，还必须经过56天自然熟成，加上了原木外盒包装，送礼高雅又大方。社会大众如果对我们社福事业庇护的产品当中最好的支持就是消费，那么消费的基础是品质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东西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说它的品质基本上在市场上绝对具有竞争力，具有特色啊，那不会让我们大家，让各位理事长送出去了之后觉得哎呀很不好意思，我怎么送这种东西给大家啊，绝对会争光。爱芒森林宝石皂礼盒即日起可以在雅虎超级商城、 PC Home、 乐天市场的新北市庇护工厂网络商城购买，或电洽新北市劳工局。记者陈平、张曼琪，新北市采访报道。